这多少钱一串啊？卖价二十。卖价二十，让挑吗？不挑。不让挑。这呢？二十五。这二十五啊？手串啊？这是切木料啊？这是碧玉。二十。这呢？这三百，哎，这棉大啊，行吧，你收起。这是藕粉啊，这多少钱？两千。两千。不算粉。但是它料子是一样。有没有比这粉？那里面亮光的喽。这是粉紫的，这多少钱？这一千。这一千。哦，这是多宝啊，这多宝多少钱？三百。三百啊，对，挺花啊。这糖呢？这糖这糖多少钱？四百。四百，太花了啊。太麻了。这是便宜的，这都是多少钱一条的？大死你了，三百五了。六十。这呢？一百五。行吧。你手上拿的青花多少钱？青花。好。啊。五十一条。五十一条。哦。那挺便宜。那病猫。挺便宜。这多少钱一条啊？藕粉。一千三。一千三。这算粉紫的吗？这是清水的，这多少钱？这个。嗯。一千五。一千五一条。人家货嫌人家货的多，除非真有毛病。一千五一条啊。不是全部吧？一条，呵呵，这多少钱？嗯，三百五。三百五，带黑点的碧玉啊。这种是切木料，这多少钱？哪个？对。那个七百。这七百呢？那么贵啊？哦，七百。行吧，然后这藕粉便宜吧？这个三千五。三千五，哦，你以前那一大批呢？这种卖不卖了？这是好一点的清水，这多少钱？你那个一千八。一千八，哦。还有湖水绿啊，湖水绿呢？湖水绿呢？一千，看看了。一千哦。还得打灯瞅一眼。这是无结构的。嗯。这多少钱啊？一千八，清水啊，青海料。这种呢？这八百。这八百，这跟那一样，这不一样。这一千。这是也是那种料子，但是比那稍微差一点点。一千二。就是有点结构。然后这种呢？这八百，颜色比那差一点。行，你再看看。这种呢？这五百啊。嗯，这结构就更再粗一些。
来看看这个新疆山料的黄口、啊、浅黄口啊，圆珠十二的，这多少钱？1500。1500呀？哇，这料的挺润啊，有脂粉。这藕粉的颜色好啊。这多少钱一串啊？3500。藕粉的十二的圆珠啊。这儿也有这种无结构的。无结构的。这没结构的这多少钱啊？这种。1500。清水的。这是蓝调的这种。这多少钱啊？这蓝调多少钱啊？这个1200。蓝调。可以，糖的，这十的糖都是咋挑的？这1000，十的纯糖的手串，老型珠啊，这颜色也不错呀。那个1200。这1200啊，行吧。这是青玉的啊，青海青、黑青。这多少钱呀一串啊？这800。这12的，12乘13的，不到14我感觉。这是13，这是14的。800。这16的多少钱？1500。行了。然后还有18的啊。18的好的多少钱？18的好的多少钱？2000。这然后这有小的，小的是10的啊，有12的，都是青玉啊，青海青、青海黑青啊，这是墨玉啊。这多少钱一条啊？350一条，有圆珠有老型珠。14的多少钱？带到啥城？14的多少钱？这16的。带个行。14的，多少钱？带个行是半天行的。是圆珠。是吧？是吧？14圆珠。忘记了。这不是14的。700。行。就说好的嘛，这是这多少钱？这是15的。1800一条。这藕粉的棉大，这多少钱？藕粉1800。这碧玉多少钱啊？碧玉500啊。老型珠11×12的，碧玉的，带黑点啊。这种碧玉呢？400。这个400啊。行吧。唐白的手串。这串漂亮，这多少钱？25000。这种小的多少钱？1500。小的1500。有唐白的啊，还有白的。这是12的，这种呢？这12的多少钱？2500。行吧。品质不一样，价格不一样啊。这种呢便宜一些吗？这8000。好嘞。这是青海料的白玉的，有老型珠有圆珠。这12的，这多少钱？老板，这多少钱？2600。这2600。圆珠啊，青海料，这种呢？
老邢猪呢，老板？老邢的是1800。啊，这个颜色正一些，细一些。1800啊，这是14的。这14的多少钱？那个15的，那个3000。这3000，行吧。15的。看这手串啊，这是黄口的，这黄口多少钱一串？1万多。啊？1万多。1万多呢？哦，1万几啊？这个拿的话9000，身价9000。这个9000，这个贵些。你要两个不要了，那四个是一次的。啊，最低得9000哦。哦，黄口，这种便宜，这2000多的。哦，这个是烟子的，这俩烟子的好，这多少钱？4500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大的贵一些，大的6000，行吧？这是纯糖的啊，纯糖的蜜糖，这个多少钱？6500。这个6500，蜜糖的啊，11×12的尺寸。这跟这一样啊，一样的，9000啊，现在黄口价格也高，品质不一样，还有便宜的，我们这也便宜，对，啊，品质好的，品质好的，这像这都是品质好，没有水草花，没有粘点，无棉无粒无水草花什么玩意儿，品质不一样，价钱肯定不一样，对。这烟子也是干净啊，干干净净。1500。这个多少钱？那个拿的话要3000多。也是3000多。是猫眼料。烟子的啊。行吧。前期都是几百的，是吧？前年都是几百，现在1500。对。今年涨到3000。前两年这个价格便宜啊，这两年价格都是翻着翻的往上涨。对，翻。主要是市场还少。3年翻了2番。嗯，那像唐玉以前最早的时候，大概是几百，最后1000多，最后3000，就是6000翻着翻的往上涨。那东西都是。不卖都值了，我们的全部糟了。我知道。嗯，这个藕粉的也贵吗？藕粉多少钱？也值钱，一样。得3000多。4500。行，干净啊，没毛病的。现在都翻了2番，不是翻了1番。对，翻2番了。现在是800是吧？600、800。对。好的都卖了便宜，现在没有那么好的贵。价格都高的很。不过知道是吧？卖了800。挺好的，卖800，现在都成8000。3年呀。真是，那时间的东西不卖，现在才多。